本期讲解一个闲鱼出售二手华为、苹果手机赚钱的项目，简单搬运，日赚500到1000，包括文案、图片、运营和渠道啊，全部都有提供。需求量是很大的，因为闲鱼平台第一的产品就是二手手机啊，卖的非常多。大家看，现在手机更新速度非常快，大部分都喜欢最新款的手机，导致很多手机二手手机出来的事啊，二手手机的销量也非常猛啊，因为更有性价比啊。更性价比，有时为了面子，很多人对二手手机的需求非常高的上啊，保值率最高的是苹果，其次就是华为啊。大家看，而且这个闲鱼对新手非常友好，首先不需要任何押金，也不需要什么技术啊，只需要坚持操作就可以了。这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这个项目介绍、项目准备、实操、注意事项以及货源渠道，全部都有提供。如果想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个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这个。华为苹果手机或者是二手华为苹果手机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台教程了。